又到了每个星期同你看看车坛消息的 Open Car 讲经，我是主持人 Daniel， 希望大家会欣赏我们的制作，记得 CLS 未 subscribe 的就请 subscribe 我们 Open Car Channel 啦。今个星期有什么车坛新闻呢？第一单要看的消息呢，就是我和一班行家刚刚去了转常州和南京，亲身睇咗喺香港都有唔少人揸紧嘅比亚迪 ATO3 同埋烧海豹嘅生产基地啊！参观常州嘅生产基地咧，系少有可以容许拍摄生产过程嘅活动嚟嘅。我哋一团人咧参观咗负责冲压、焊接、组装嘅厂房，睇住部车由一件件嘅原材料经过唔同嘅工序，再组合同测试之后咧，成为一部部嘅新车出厂嘅。期间咧，仲可以见到唔少供港嘅油太新车添。嗱，准车主咧落足眼力睇住啊，可能片入面咧有部车系你噶。除了厂房之外，我们还参观了在南京的比亚迪和仰望 4S 店。比亚迪的 4S 店里面可以见到最新的海狮 07EV， 当地售价就由189,800人民币起跳。老实说，这部车其实都挺吸引的，体积就比 ATO3 大一点，后座空间又够阔落的。我个人觉得香港市场应该都会挺受落的， Model Y 可能会有新对手了。最重要是我们收到的资讯是比亚迪有计划会将这部海狮 07EV 引入到香港，那究竟会有什么时间呢？据报时间最快是今年年尾到明年年初，大家又估下如果来到香港预计会几钱呢？至于在仰望的 4S 店，我就试错了一部过百万的 SUV U8 了。提起 U8 当然要试一下它的原地360旋转功能啦。什么话想看它游水，你看看当日的天好到这样，找滴水看看都没有啦，下次有机会先试给大家看啦。最后提一提，我们今次出入都是坐部 Dancer 的 D9 的，有别于在香港买到的纯电版，这部是混能版。坐了几天的乘坐感是行车时候很舒服又静，中排的功能又够，用来做老板车真的一流，几天以来真的没有投诉。如果你都是看这类型的豪华 MPV， 这部车可以想想它。第二单消息要留意的就不单止只是车主了，还会影响出入大西北的人。有消息说政府在出年5月收回大榄隧道之后可能会减价，说当局提出了不同的方案，其中一个是私家车和的士会由现在的58元下调到45元，而商用车就划一收45元。另一个方案就是分时段收费，私家车繁忙时间就会收45元，一般时间就收35元，非繁忙时间就20元，的士和商用车就分别收30和45元。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嚟紧将会开会倾倾噶啦，相信到时就会有更多嘅资讯。各位对呢两个方案又有咩睇法呢？可以喺留言区嗰度发表下意见。第三单继续都仲系本地消息，就是上个月先推出的新一代宝马 X3 呢，香港已经有价钱啦。话说宝马代理在他们网上商店加入了新一代 X3 的资料，第一款来到香港的会是 X3 20X Drive， 配备了2公升四气缸引擎，马力190匹，扭力310Nm， 零至100公里加速时间7.8秒。另外代理又在网上商店公布了 X3 的意向价是549,000元，预计最快今年第四季就会交车。 BW 的 ID Bus 刚刚才来到香港，但是德国就有新登场了一部 ID Bus Pro 了。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多了一款长阵版，车长 4962mm， 轴距有成 3239mm， 话明叫长阵版，轴距就当然比标准版长，又加多了第三排凳，座位布局是7座，是2+3+2。 ID Bus Pro 的长阵版车入面的电池就 upgrade 到 86kWh， WLTP 续航距离最多可以有487公里的。话时话，大家去了香港 showroom 看部 ID Bus Demo 车未呢？今个星期同大家看住咁多先，下次 Open Car 讲经再见，拜拜。